分钟了。因为重点就是说，我们这一台就是非常的耐摔，漂亮且又很耐摔。这旁边是做，就是我们用工艺设计去帮它加固金属跟里面的护座。所以我刚刚打不开盖子，是要摔才会开。对，你要摔。不会，还是要设计。原来是要摔的。妥当的。还是好的。好，直接。我这边再转过来再摔一下吧。要换个颜色摔吗？没关系。继续这个摔一百次。好，再摔一次哦。请回。这个盖子都会打开。这次为什么都打开？摔的比较厉害。对啊。这样可以写说那个里面的信条都不会掉出来。我跟你说那个人生迷惘的时候可以拿它来保护。还有继续。一块擦白色是好的。再